站住！清白师父，你挑的这些柴火哪里是能用的？这些柴火必定是后坡的吧？只看着高大，但水分多，最不好烧。原看你一副聪明面孔，谁知道却是一副笨肚肠。到底是宫里头出来的娘娘，五谷不分，四体不勤，是享福的命。师父说的对呀，你看他那狐媚样，哪里会是柴火，只会一味矫情哄人可怜罢了。他还以为他在宫里呢，想必在宫里也是一位狐媚皇上的狐狸精罢了。阿弥陀佛，去吧去吧，我瞧了就心烦。再去拾两担柴火回来，要不不许吃饭。哎，要吃饭了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柴火不够，我再去捡些来。也不能饿着肚子去呀，吃完饭再去啊。不了，早去早回。你身子不好，我陪你去吧。哎呦，怎么了？他又掐你了是吧？别人羞辱你，你就不知道还手吗？原是我自己不好，擦些药酒就好了。你就不知道告诉住持啊？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。别说了。